今日有人將金錢變成自己喜歡的形狀。冇啦，我掹咗啦，冇電啦，唔需要啦，而家。嗱，其實而家大家可以睇睇個版咧，11月尾、12月初我哋嗰個展覽咧，呢個台咧，就係我哋係啦，展覽啊嘛，是某啲人嘅珍藏或者係某個牌子嘅藥版。即係你今日一次過將金錢變成自己喜歡嘅形狀，就係、是。咁啊，之後我哋會發一單嘅。You are watching Toys TV. Show 完呢一個人嘅收藏，喂，嗰、那個收穫，另一條友，另一條友嗰個順便嚟啦，唔 cut 啦，一次過。係啊，好，嗰、那個今日嘅。好啦，呢盒咩嚟㗎？好，首先俾大家望望先。係咪梳打餅威化？噔噔噔噔，哇！基本上大家看到這個 AKB48 畢咗業一段時間的紫原莉乃做封面的，本身如果大家對於這個健康飲品是熟悉的話，Kagami 本身的蔬果系列飲品曾經在這個2012年做過一個幾出名的 CM 的，所以今次整翻呢個蔬果戰隊啊，冇辦法，我真係坦白講冇乜幾何，真係會見到喺即係呢啲咁嘅乜乜節、乜乜節嗰啲散貨，即係玩具市場咧，見到呢一個咁正嘅平衡戰隊蔬菜遊盒啊，仲要係 AKB48，咁啊坦白講買，我係買呢一個封面嘅。即係德哥，你對所有嘢個學識嘅淵博之無涯咧，即係每次都令我覺得點解呢啲你仲識繼續吹啊！特別係女，好啦，咁啊見到呢、這個健康飲品、蔬菜啊，喂有飲啊嘛，大佬。咁啊，除咗大家中意飲之外咧，咁啊可以睇翻呢一個咁精美嘅 box art 啦。咁啊，呢個蔬菜戰隊係一個1:180比例製作嘅。咁啊，另外。非常之懷念的 AKB48 的隊員，哇！呢度幾多隻啊？都喺曬度噶啦。不過你咪曾幾何時係中意 AKB48？ 我唔講呢樣嘢嘅，依家講玩具 TV， 唔係講 AKB48 TV 啊嘛。但係你個30人嘅喎，點解？但係你梗係唔齊啦。係咯，30個人講得出呢個女仔嘅名啊？唔記得啦，由佢啦，過曬氣噶啦，陰公。呢啲係咪頭先嗰個？好啦，咁啊，另外睇埋呢邊盒。是非常有趣的，咁啊，亦都入邊有曬其中8個蔬菜隊員，咁我唔逐一介紹啦。咁但係呢一盒，佢真係咁多隻都有出產品，還是淨係出過呢個產品咋？其實本身是一個贈品嚟嘅，咁啊，亦都係2012年嗰陣時出嘅，咁因為佢哋本身都有接咗呢一個 CM 啦，咁啊變咗就推出咗呢一個 Kagami 嘅，我先叫產品先啦，咁啊。不需要裝組，而本身都是講哇拍木遊記嗰陣時，哇頂你個肺啊大佬！睇你睇咩事啊？係啊，有冇我打一答先？有聲問我有冇買到哥布拉戰艦？我哋啱啱因為太匆忙啦，咁問咗價又繼續做緊直播咧，咁啊唔好意思。跟住翻轉頭嘅時候，已經啲人好多收咗檔，所以就我冇時間去。相對時間就有啲尷尬嘅。好啦，開一開。好得意啊！呢只嘢，其實我啱唔知道你有冇講過，聽唔到。佢係佢唔係賣，係一個贈品嚟嘅，定係一個抽獎品嚟嘅 ？This way， 係呢度，就係呢個。係啦，明白啦。日文嚟嘅，我明咩？當選啊嘛。抽獎嘅，係啦，咁啊本身其實都有限度隻數，睇下望翻先。幾多隻？第二條問題啊？咩點解啊？點解俾你買早起？早起的早起鳥兒有蟲吃，唔使翻工嘅鳥兒有蟲吃咯。我有請假嘅，但你有無盡嘅假咯，我感覺。梗唔係啦，大佬，成件事完咁滯噶啦，我都只有幾隻啫。你裝過未啊？即刻開俾你。啱開，喂，處女開包啊，大佬。難唔難裝咧？唔知。哎，哇，好清脆喎！就你睇下德哥幾熟先得㗎。碌係咩炮？青瓜炮，好得意啊！真係好過癮啊！好想
你德哥聽講你物色緊一個新嘅德哥窿。我都想啊，大家有冇推介啊？我即係最理想嘅，當然價錢先行先㗎啦，一定係。我呢排都好想揾啲呢啲咁樣大大隻嗰啲。我啱見到個小雲，我想買啊，又係唔夠時間。哇！那個、因為咁平嗰啲，唔係啊，都係三位數咋。喺入邊唔知有啲咩？勁喎！咩嚟噶？我睇下開唔開得先。唔知道開唔開咋？想要呢啲 size 嘅嘢擺喺自己嘅地方度咧，陳列好有型喎。呢個真係好靚啊！呢個好想要啊！好抵死啊！有支炮添。喂，轉頭仲有樣嘢仲抵死啊！一刻打開啊，嚇到你死啊！哇！呢、這個真係正。好啦，嗱，佢呢套呢個咧，佢話跟埋有八個隊員㗎。係咧。嚇！轉頭你就知道啦。咩嚟噶？開幕。得啦。三千分之二。哇！仲開獨立 number 嘅喎，二一九啊，係咪先攞得出嚟啊？哎呀，咁靚喎！等咗出嚟先，我就咁等咗出嚟，係啦。哇！幾個男人喺度，喺度攞啊，喺度搶啊，等八條女啊！哇！每隻都獨立。得個 number 先，得個 number 先，得個 number 先。哇！我想認下，睇下邊個打邊個先？邊個係番茄？咦，番茄可能係麻友嚟喎。我淨係識北川景子。但是那盒有那么多个队员，但是这个得八个。我就识一个，不是，我识这个名字。第九个。即是他是不是 random 的？不是。我估萝卜是这个。本身其实都拍了你这边，他们八个有独立的台座的。亦都可以。摄在这里。原来番茄是什么男？咁樣呢班鹹濕仔，我淨係識上層男啫。但係呢啲咁樣嘅，哇！啲面相好好乸搞嘢喎，得嘅喎，咪對到㗎，對到。係啊，唔係流嘅喎。咦？呢個可能唔拆咗。我想講咧，呢排喂南瓜，你知我因為工作關係啦，咁成日需要揾啲女成成機機啫，即係去做參考下。係啊，跟住我第一個即係我第一個反應都係啊，都係揾上層男嗰個比例最好嘅，揾翻啲舊上層男嗰啲片。喂，影一影啊，的呢邊夠曬治愈啊！哇，喺度對緊啊，對緊唔同嘅角色啊！嗱，記住呢個係2012年嘅產品，咁啊，坦白講，我喺日本毛都冇見過條。竟然俾我喺香港，喂，我補翻俾先，記住去翻呢一個檔口，我用翻個檔主記住要我講翻，嗰條樣先你買呢盒嘢咧，其實唔係先，我真係好中意。喂，佢兩仲有冇得盒先？梗係冇啦，你呢個盒其實唔靚噶啦，但係都句真係好玩啊嘛。有人問你啊，咁靚嘅嘢呢盒幾錢啊？大概啊，四百五啫。哇！哇！可遇不可求啊！想要啊！粉紅色嘅。好啦，咁啊，係非常好玩噶。哎呀，呢個轉啊 ！You watching Toys TV？